现时间两点二十分，你所收听的是理财生活通，我是赵婷，今天来带云芬姐的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关心哈，日本呢这个中央银行昨天宣布了结束负利率的政策啊，但是因为它其实也只是调了这个呃零点一左右啊哈，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欸，负利率已经结束了，可是为什么汇率会跌嘞？那到底日本的走向如何呢？这个我没有投资日。 日币啦，然后我也没有去买日本的股票，我也没有买日本的房地产，但是我会去日本玩，哈，所以呢，这个也很重要，哈。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集团就是中广集团哈，资深国际编译来分享，欢迎我们的新闻编译叶,叶博弈博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跟吴博弈真的比较熟一点，<laughs> 我一个一天一个礼拜会见他三次。感谢今天主持人的这有托主持人的福，我才能出现在流星网，<laughs> 要不然都是在新闻网。啊，希望。 你可以常常来，费人会很开心哈。<laughs> 哎，我们来谈谈，就是这个很多人就在看日本嘛哈。那中东的基金听说爆买日股哈，日股突破了四万，可能会突破四万、嗯，已经突破四万了。哦，已经突破四万了、呃。我们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呃，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呃，我们先。 从这个日日股本身来讲，是,是今天三月二十号是日春分嘛？嗯,嗯那么日本是过春分日，所以他们今天是休假。哦。那么昨天呢？三所以我们要看昨天，也就是三月十九号的行情。三一九。那么昨天在日股开盘的时候呢，是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二点。嗯。那么之后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三万九千点上下在这边震荡。嗯。因为昨天是日本央行的这个呃。 政策政策会议，是，所以呢，大家一直都在看这个日本，因为先前都在猜测，嗯，这个日本呢会在呃昨天宣布就是结束负这个负利率政策啊，嗯嗯，那么但是呢，呃，因为日本的现在的这个央行总裁植田和南，他本身就是呃一个比较呃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想法的，嗯、所以呢，他他呃他自己也投。 啊、呃，暗暗透露了可能会解除负利率政策。嗯，那么但是呢，嗯、一直这个在呃政策会议的时候没有开啊，嗯、所以日本的这个股市在从九。 呃，早盘也就是他们的九点到、嗯、呃十一点半，都一直压这个股市，都一直压在这个九千呃三万九千点上下来这个震荡、嗯。在是宣布嘛？<是>哦、对。嗯、但是从十二点半午盘午盘开始之后呢，日本正式宣布这个呃日本央行正式宣布解除呃负利率政策之后呢，这個、股市一下就飞升，马上就。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宣布的那一刹那，就突破了四万点、嗯、哦。对，但是因为今天春分嘛，<以>哦，然后就哦，嗯、<哼>呃，突宣布的那一刹那呢，就突破三万九千八百点是高峰。嗯、<哼>那么之后呢，一直到了他下午呃，日本时东京时间下午三点钟收盘的时候呢，收盘的指数是四万零三点，就正式的突破了四万点。那么呃，涨了两百六十三点，那么涨幅是百分之零点六六。那么也可以看到，从如果说 大家把这个走势图调出来看的话，可以看到说明，呃，昨天的这个走势呢，确实是在日本央行宣布负利率。 呃，政策结束之后呢，嗯、呃，一下就这个往上直线的这个上升，是是也可以说是一段庆祝行情。对，但是我们要看未来哈，就是还是要看未来下个礼拜的走势嘛。因为你说今天就是春分它休息嘛對對對哦，所以要看后面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期待股市就是这样嘛，反映未来嘛哈。是，那它已经上了四万点之后，你就会看它是拉回还是在这个地方整理，或者说有另外一个气象啊。对。但是你知道渡边太太啊？哎，我常常问很多日本人，我就说你知道渡边太太是谁？他说嗯，渡边。 对，不知道，我说渡边太太很厉害哦，她是机器，她就是可以把日本呐、啊，不管是买黄金啊、买房地产啊、买什么什么，只要有渡边太太们哈，她就可以发挥，她就是一个散户的代言人嘛，渡边太太确实是一个很，在日本来讲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她刚开始是买金子，嗯、就就是说，其实渡边太太就是日本的贵妇人，可能就是。 呃呃，某一个他们这呃代号代称叫渡边，mm hmm. 呃渡边日本话呃些些消息了，我叫瓦达马贝吧，瓦达马贝，<laughs> 然后他们就呃就说是这个渡边呃太太招人家去买金子，mm hmm. 说现在金价很便宜，oh. 所以呢就开始大家去买金子，mm hmm. 那之后呢变成炒汇，mm hmm. 现在要变成炒股，mm hmm. 所以呢这一群散户的力量呢，呃其实日本的有钱人还蛮真的是还蛮有钱的，也蛮多，mm hmm. 而且同时日本的有钱人其实。 也蛮低调的，对低调。所以呢，呃，这一群低调的，但是呃，低调但奢华的有钱人们呢，嗯、他们所聚集的力量呢，就是不可小看。对，那渡边太太听说她在三月四号，哈、哦，就是以前面的两周买超了三千两百七十亿的日元，超过了外资的一千七百六十亿，就是台币的三千三百六十六亿。哇，真的好多哦，好。<laughs> 他所以他们三月四号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可以可以知道可能这个利率的可能呃会会解除嘛，对不对？哈，他们这些贵妇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呃耳语啊流传，也不能说内线，就是耳语流传这样、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会知道一些预先知道一些消息、嗯嗯。是，可是他们如果说这个已经没有负利率的话，其实对日本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还是有房贷啊，如果房贷没有负利率的话，不是要付的比较多吗？其实呃利率。 其实呃，就是说，我们等于把钱呢借借给这个别银行，银行然后呢，呃，有看那个利利息呢，就是他所我呃，他跟我们借钱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对。那么但所以现在这个，如果说日本有有这个现在解除负利率的话呢，其实呢，第一个就是你对于买这个，呃，这个日本人对于买。 这个可以随利率变动商品，比方说债券，它的这个兴趣就会变高了。那以前是这个，因为控制利率，哦、对对所以大家都不想买债券。嗯嗯它这个就是日本央行要逼着你把这个资金往股市流动，所以才会控制利率。嗯、那现在利率已经限制已经解除的话呢，嗯嗯那么它就会可能会买这个债券会比较多是是。好，接着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喽。I like 两点三十分喽，我是赵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广资深的国际编译叶博弈，跟我们来谈谈日本啊。那日本的央行呢，宣布了负利率的政策结束之后呢，结束了负利率的时代，所以很多人就想要关心说：哎，我日本的股市我要不要买啊？或买基金啊？那甚至呢，很多人会说：哎，那为什么汇率就跌啦、啊？那利率涨，汇率跌？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去日本玩啊？可是日本现在又好贵哦。好，我们先回到这个日本人的生活了哈。嗯、<哼>那日本人的生活对于这个负利率，他已经解除了，然后有负没有负利率了，他们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影响？日本人平常消不消费啊？其实昨天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偏，他比较偏向于一种新闻式的。 爆点就是说啊，日本终于解除了负利率，因为日本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零利率、零利率跟负利率的政策，还有对，那么。 那么他这个首次宣誓说解除这个大规模这个通货宽松，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就是呃让这个市场有尽量多的钱在市场上，就叫大规模通货宽松。是。那么他昨天宣布解除这个政策，就是说开始让这个市场的交易能够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日本的央行判断，他们对这个呃日本的经济已经也开始慢慢的走上走向一个正轨，不需要再用政策干预了。那么。 但是呢，其实昨因为他昨天的这个宣誓是这个样子的，日本现在的这个利率呢是呃负利率政策是负零点一，1, 1> 嗯、那么未来呢呃在这个解除负利率政策之后呢，利率会在零到零点一之间，嗯，所以只调升百分呃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二是，那么其实百分之零点。是是 呃，但是呢，日本央行目前倾向于百就百分之零了，就是说零的，就是零利率，利率率哦、所以就等于说日本的银行跟央行这个借呃，就跟跟央就就还是拿不到钱的，没有没有利息的。他就是说，然后呢，这个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因为日本央行的政策是偏于零利率的，嗯、所以就是它再的话也是零点一 percent。所以我更正一下，就日本。 正式宣告八年来的负利率的政策告终，但是呢，它就是有十七年，就是就我刚刚讲那个十七年是另外的，它就是八年的负利率，是是不是哦？十七年是这个大规模货币宽宽松政策、哦，是是是，哇！所以呃，我们也要观察一下未来，所以它它现在其实就是不是负的，但是就是可能会未来还是零利率，所以呢，日本这个可是它的。 这就,就为什么跌破了一百五十。是，这就是为什么昨天这个日日元就是日本的这个这个日本的汇市出奇平淡的缘故，甚至还下跌。嗯、因为呢，呃，这个大家早就已经预测到说，因为。 我们刚刚虽然说,说这个现在的日本央行总裁池田和男，他是一个思想可能作风也比较比以往的总裁都活跃的人，但是他毕竟还是比较谨慎一点，而且呢，他这个也知道说这个，因为日本人做事也是比较小心的，所以就是比较一步一步来。所以你看，就是加从百分之负零点一到百分之零，那也就是零点一个百分点，那从零到。 呃，挣百分之零点一，又是零点一个百分点，其实也没有加多少。嗯、对，对所以对于汇率来讲是那个、呃，对于。 股市来讲，那么当然有越多的钱进来是越好的。那么但是对于汇市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起不了什么刺激的作用。然后，嗯、<哼>呃，大家是说，有的人是说有失望性的买卖,卖盘这样子。那么也有人说，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跟大家所希望的相去不远，所以我就再叠给你日本央行看这样子。对 <laughs> 好，那所以其实相去不远，所以对于他们的影响也没有太大嘛，对不对啊<对>、哦？那呃，可能很多人就会问啊，说那。 那个我们未来的日股，你觉得会不会有哪些亮点呢？有可能吗？哦，未来的日呃，但是呢呃，就是即使呃呃，汇、呃、市对于昨天这个日本的这个升息是比较冷淡的、嗯、啊。嗯 但是呃，在这个股市，我们刚刚已经我们在第一段已经说到，日本的股市昨天从这个日本宣布负利率政策结束以后，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政策宣示嘛，而且是一个对股市来讲比较正向的政策宣示。所以就是从我刚刚说了，从午盘的十二点半开始之后，是有几乎有一段庆祝行情，从三万九千八百点一路冲高歌猛进，就一直升到四万点了，就破了四万点。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想说日。 呃，这个日本股市会不会再继续往上？其实日本，嗯、呃，目前看起来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呃，目前大家还是一片看好的这个这个呃，当然中途拉回也是有可能，不过长期来看，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呃对日本股市是乐观的，在个股、oh. 呃，就是在这个板。 板块方面呢，有四个板块是大家值得注意的，可以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地缘政治板块，嗯、那么地缘政治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北韩常常射飞弹嘛，嗯、<哼>所以就是这个让这个日本常常很苦恼，所以国防概概念股呢是一个可以比较呃重视的呃股这个板块。第二个，因为这个。 呃，日币贬值了，日币贬值了，对于出口是有帮助的，所以日本出口最大宗的就是汽车，嗯、所以日本的汽车股也值得注意。<是>那么，另外升因为升息的影响，所以日本的金融股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看好。嗯、<哼>另外，这个台积电。 到这个日本去设厂，还设二厂，所以呢，大家都看看好日本未来的科技发展。所以第四个就是科技类股，包括 AI AI 啦、人工智慧、半导体这方面，嗯嗯呃，也是大家非常看好的。是，就看这个四个走向了哈。<對>但是因为台金院的景气预测中心的主任孙明德说啊，其实对资本市场来说，日本结束了负利率是冰冻三尺才解冻一寸。好、哦，他说日本的负债这么多，根本不可能升级太多。而且呢，他有讲到说，如 如果你是日本的渡边太太，日本的家庭主妇，会把在海外的资金拿回来吗？不会，反而更失望。意思就是说，因为它的利率很低嘛，对,对不对？然后汇率又跌，<对>所以基本上这些钱，虽然日本政府希望他们拿回来，但是感觉上，呃，这个孙明德主任是说，可能是不会的。<对>嗯。 所以现在日本其实撑起来的呢，就是呃外资而不是内资、嗯。那像刚刚主持人呃在呃第一段所提到的，除了这个呃中东。 呃，中东的这个基金之外，主权基金大买日股之外，因为对他们来讲，对外国外资来讲，日本日日股是已经被压，因为他们之前外大很多外资都压这个大陆股市嘛。那么现在大陆股市不好了，他们就就开始去压别的地方。那么对呃外资来讲，日股是一个长期被低估的股市呃市场，所以他们放到这边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所以呃前三名的话，呃。 外资投资日本的前三名是美国、英国、澳洲，那么第四名就是这个中东的主权基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呃，这个外资对于日本股市还是蛮有兴趣，连巴菲特都投资了。是是但是像主持人刚刚说，那就是日本人本身对于自己的股市就没什么兴趣了。好，那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主权基金他们比较大嘛，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谈到日本去玩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这。

两点四十分喽！你现在所收听的就是《理财生活通》，我是代班主持人赵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日本啊。刚讲到了日本的这个负利率结束之后的事情，但是我想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的话，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要去日本玩、哦，我的我要去日本玩，我现在是不是要换日币啊？汇率怎么样啊？哦，那这个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深的新闻编译叶博一，跟我们来聊聊，因为现在很多地方。 都有什么的观光公海，京都也是有没有去拉人家啦哈，拍照啦，北海道小樽公车被外国客塞满哈，那市民就抱怨就是，就说啊，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了。 嗯，好像观光客很多哈，因为现在呃，因为日元贬值的缘故，日就日币变便宜了，所以呢，跟这跟像其他的货币来讲呢，就是说呃，你买日币可以就是比以前买的更多，所以大家去日日日本呢观光的意愿就更强了。本来日本日币在还没有贬那么多的时候，大家就很蛮喜欢去了。对、嗯。那么现在一方面疫情已经解除，呃、这个解除了，啊，二方面呢，没想到日币又贬值，而且贬这么多，所以呢，更大促进了大家想要去。 日本的这个意愿，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到说，这个疫情解除之后，大家就一窝蜂的开始往日本跑，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这种像日本的观光公害出现，也有像那个什么，像很多呃像这种观光公害，比方说像呃在这个《灌篮高手》有一个有一个场景啊，<laughs> 就是在那个火。 呃，火车站，香，我记得是香南的火车站，那边呢，那个场景呢，就很多人去，去的时候呢，还闯平交道，然后那就这个造成这个当地的交通呢很多就困扰这样子，居民也很困扰。那么很多观光客在那边会有的时候会喧哗，因为日本比较，你像比比较偏僻的地方，比嗯不是很城市的地方，像我去过的是奈良，它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不是一，它就是整天都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很嘈杂的地方。 但是日本日本的同人同朋友们出国，其实他们也是一小撮一小撮，他们说话也是也也是也没有很很安静哎哦，oh. <laughs> <laughs> 所以其实我觉得观光客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就是心情愉快。Oh, <对>你你到那个地方，而且哦、呃，在不不熟的地方，你又怕你的朋友同伴被。 就不见了，你就会说，哎，那个费柔来来来，这这赶快过来，就可能就是声音很大声。对我记得我我我记得以前看呃看过一个呃呃。呃 日本一个介绍他们自己日本人旅游的节目。嗯、那么日日就是说，这个日本的一个太太，她很省、很节省，然后呢，嗯、也是这个很为家里家庭这个，她很抠抠门啦这样子。嗯、但出门的时候呢，用这个日用这个饭店的，那么早餐也是吃饭店的，他就早餐就打包啊这样子，然后这个饭店的。 比方说，呃，沐浴乳啊，洗面、嗯、就是随便用、哦。我们是讲电视节目哈，<laughs> 不是说一般的人。<laughs> 对，嗯嗯嗯那么其实有一些人的做法也是，呃，其实人同此心了、啊。在、嗯、大部分的有些人可能也不是全部的人，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这样这样做。是是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呃，你刚刚讲到汇率的问题嘛，那常常在新闻里还有讲，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哎、欸，现在换日元你又多赚了多少？你又多赚了几个便当？现在换日币呢，你又多赚了几个便当？ 但是相对来说呢，很多的朋友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会固定一个饭店啊。听说去年同样的时间的一个饭店定下来可能是六千块，但是今年要定就是一万块钱了，所以它基本上饭店也变得好贵好贵哦。哦对，因为日本人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可以。 呃，一方面想想趁机赚这个观光财，二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用日本计日本计价的话，因为日本这个日元贬值的缘故，虽然说你感觉到你换日币，可能感觉到说你可以换到比以前更多的日币，但是因为日元贬值的缘故，那么日本的这物价就会起来，所以其实这样两相比较。 这抵消的话呢，其实你觉得你换到了更多的日币，但是因为日本的物价也上涨了，嗯、<哼>所以其实你可能，嗯，还是没有能够。当然买药妆是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像比较定、嗯、<哼>比较豪华的酒，像饭店啊，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嗯、其实它的这个价差还是有限的。这样。嗯嗯。不过呃，您刚刚有跟大家分析到，就是说其实日本的负利率之外呢，日本其实今年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日本人会。 要薪水会调涨了，是不是？嗯，就表示他们的整个经济状况是不错的。呃，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日本每年会有两次，就是劳资谈判薪资的这个呃机会，一个叫春豆，一个到他们日本人叫一个叫春豆，一个叫秋豆。嗯、那么其实那个因为是以前这个资方老是不涨，所以呢搞到这个呃这个工人要劳工跟这个资方要。 斗争，所以叫春斗跟秋斗，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斗了，所以改叫这個。其实我们呃翻译这个春斗的话，就叫做春季劳资呃劳资薪资谈判。嗯,嗯。那么今年的劳春季劳资薪资谈判呢，很出人意外，这也是推破这个促使日本呃央行解除负利率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原本预期这个政呃应该。 呃、嗯，这个日本，因为日本的政经济就是要死不活那种感觉，<laughs> 所以呢，就是说，他觉得，呃呃，因为日本央行定的这个通膨目标是百分之二，嗯、<哼>所以大家就说，大概这个薪资也就是涨百分之二吧，让你这个刚好可以赶上通膨的水准。嗯、没想到今年呢，这个春豆呢，日本的这个资方一口气同同意把这个日本的这个薪资上水。 呃，这这上半年的薪资水准调了百分之五点二八，哇，五点二八，就比外外界预测的这个二来的更多。嗯、那当然就是说日本人就很高兴了。<對>所以那个五点二八其实比大家，因为日本现在的通膨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左右。嗯、其实这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确实可以用你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对，打破通膨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呃，日本人日。 日本央行也是有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背背书跟保证，所以他们在觉得说应该可以推升经济，所以才敢迈出这个解除负利率的一步。好，所以这个春豆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五点多了，大家就看到秋豆它还会继续持续的薪资会往上增加。嗯，不知道，嗯、对，这还是要还是要看这个双方谈判的这样。不过打碰通膨就真的蛮厉害的哦。<是>好，休息一下喽，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好，哎、欸，刚刚讲到这个呃日本的状况，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想要去日本玩嘛，对不对？好、嗯，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谈我们日本旅游的经验。 两点五十分喽，我是赵婷。哎，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中广资深国际新闻编译叶,叶博弈。刚,刚我们讲到日本的这个终结了负利率嘛，那很多人就想说，我到日本去。<是>很多人以前也到日本去买房啊，哈，或者是说，呃，就是觉得说，在日本一个房子很棒啊。说说实话啦，我个人是觉得说，我如果不住在那边的话，我要给人家管理，真的蛮麻烦的，而且。 呃，我我记得他们的管理费用也是蛮高的，是跟台湾不一样。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而且其实这一次呃，日解除这个负利率，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首先这个。 所有的人几乎第一个想到就是房跟房子有关的房贷，房<貸>对。嗯、那么其实跟房贷对了，对于房贷来讲是呃呃有得就是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么对于民众来讲，这个房贷比较好呃好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因为日本的这个解除负利率之后呢，银行它对于利率有比较大的这个操控权了，嗯、<哼>所以呢它在这个借把这个钱贷出去给民众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 手续费就会收的比较低一点，那么甚至于会给很多的优惠，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比较，这个呢是可就可能是会比较吸引民众去贷款去购买房子的，但是比较不好的一点就是说，贷款购买房子，那未来利率如果是继续涨下去的话呢，你利率。 银行的利率如果涨的话，那你就是说你贷款的利率也会涨，跟着涨。嗯、<哼>那你这个贷款呢，这这个呃，要缴的费用也就不断的增加。所以是呃，这个目前这个负利率解除以后，对于啊、呃，在日本买房子来讲，其实也有好也有不好的。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说我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啊，有一些房子，比如说很多的小孩子，他可能已经在都市在城市上班了，他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生活圈了，在家乡的一些可能他的这个。 赠予被赠予的房子，他都宁愿放弃掉哎、欸，因为要维修一个比较大的古宅，其实是很很麻烦的事情。对，比如说他们很多的房子，不见得是呃都是这种钢筋水泥，有的是木造的房子啦，因为可能也是年久失修啦，八九十年的，虽然感觉有点类似这个很复古的感觉，可是你要去维修，然后你要去管理，甚至呃，你里头要去保养，其实这就很像欧洲的古堡哈、喔，看起来好漂亮哦、喔，可是你看买下来之后呢，你要花的钱。 会更多，像对像主持人说，呃，这个我们这个新冠疫情，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新冠疫情初期，然后就过世的日本的知名的谐星叫志村健，嗯，他呢这个买了五栋，他呃过世以后，他名下有五栋房产，嗯，那么五栋房产呢，那其实他有一个哥哥，我记得印象没有错的话，他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嗯，那么当然应该由由他哥哥跟弟弟来继承这五个房产，他们后可是后来这个哥哥跟弟弟竟然抛弃继承。 嗯，抛弃继承的理由就是说，这五栋房产，第一个，这个谁分到这个都要交一大笔的这个遗产税啊，还有什么房屋税啊，这个税啊，那个税啊。然后呢，这个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负担，因为他哥哥跟弟弟就是普通平常人，并不像他是这个做也因为演艺圈而大富大贵的。那么所以这个对他们要。 呃，首先要继承房产，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像主持人所提到的保养跟维护。那么保养跟维护来讲，也是因为豪宅的缘故，那你的这个要要保养跟维护也是不能这个这个这个就跟跟平常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后来思考一下，就就。 抛弃继承，所以这五栋房产竟然是没有人愿意继承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说在日本，其实呃要有一像刚刚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你要保养它，要维护它，因为你如果说不去那边常住的话，你要保养它要维护它，其实是非常费非常费事的一件事情。嗯，所以要买房地产的时候，自己要自己斟酌一下了。但我觉得如果是有需要，比如说孩子在那边念书啦，或者说你自己就梦想，我就一定要在某个地方，我觉得那就是个人的想法了、哦。对，哦。 嗯、呃，不过说实话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讯息，我们明天也会请律师来跟我们来聊聊。有些就是什么赠与的时候呢，可能哎，怎么房子就不见？哎，怎么我的钱就不见？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有关于大家的这个荷包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个日本旅行啊，我想今年一定是很夯的，尤其是很多人会去看花，然后看海、看水哈、啊。所以你看，现在是三月份，春暖花开，四五月我相信就是日本的一个旅游旺季了。是对，其实日本四季都值得，都会。 值得旅游，而且其实日本对于台湾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一个呃呃旅游景呃国一个旅游的国家，因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非常的相似。对，那么大家就会可能就会担心，像我们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说，嗯、那么这个利率这个波动，利率日本解除呃，日本解除了这个呃负利率负利率政策以后，这个贷、呃、这个汇率会不会让这个日元的汇率也 波动呢？其实有一些业者分析，就是说，因为这一次日本他们解除了这个负利率政策之后呢，其实范围是很低的，所以对于汇市来讲，影响更影响其实几乎是呃没有，甚至更负。所以也就像刚刚我们第二段所提到的，其实在这个呃解除了负利率政策之后，汇市竟然就日本的这个汇日元的汇率竟然还跌，跌到了呃一。 呃，美元对一百四一百四十美元的一百四十日元，一百五十日元的样子，嗯嗯对，所以还跌，所以就是说，其实对这个解除不解除，对于日本来讲是，对于这个哈日族来讲，其实影响是很小的，嗯、但你也不需要就是说，因为呃，怎么？ 看到日元现在很甜呐、啊，所以你就大次一一次购买，就是任何的投资，我觉得还是分批购买比较好。嗯、那个，你如果想要去日本买，你要去日本玩，你要买日元的话，嗯、当然我觉得也是分批购买，然后、嗯、就是他。 很甜的点不一定，就像一根甘蔗一样，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地方甜，它可能每个地方都甜。你甜的地方都去买一点，都去买一点。是是对，你看我们中广真的是卧虎藏龙，虽然是我们的资深的这个新闻编译，但是呢，他对于投资理财，对于这个呃投也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没有的。<laughs> <laughs>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资深的国际新闻编译叶博弈呢，跟我们来聊哈日本的这个央行的目前的政策。当然呢，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收听我们一点到三点的理财生。